秀才，老子要买金疮药，你怎么就给我一文钱？刘副长，你担待啊！我方才在东市吃了半斤的顾二娘家的猪头肉，身上确实只有这一枚铜钱了。你全吃完了？啊，都吃完了。你就没想着留二两给我尝尝？哎呀，刘捕头，你快跟我说说那烟雨绣楼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要猪头肉，我腿脚利索很，我以后天天来消息你都行。你打听这个做什么？我不是有个朋友也在那烟雨绣楼学女工吗？我看近几日那宁家药铺的小娘子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心里打鼓啊。林家那娘子告不赢的，这个事儿你也别跟着掺和了。哎，罢了罢了，你要不告诉我，我走了。李秀才，李振峰，李小手，老子平时没少照顾你，如今落了难，你就给我一文钱，良心被狗吃了。小妹，吃点东西吧。你这次也真的是太任性了。你跟哥说实话，你对那吴先生是不是心生爱慕，然后在绣楼里一时冲动才做下那不轨之事，然后你怕爹娘责怪你，你才胡编乱造了那些说辞。若我说是呢？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要是你早说实话的话，事情不会闹到这个样子。那会怎样？那我和爹娘会为你做主，到吴家找到吴莲，让他对你负责任，至少这件事也能悄无声息的解决，不像现在这样，你毁了清白，今后可怎么过嘛？你太糊涂了。我累了，哥哥。小妹，哥是心疼你，话说的重一些，你不要往心里去，啊！你吃点东西，我先走了。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你就安心的去准备绣品便是。是。
这是烟雨绣楼的新品啊。夏日炎热，这轻纱质地贴身轻薄凉爽，是专门为您定制的。嗯，这次国朝回礼的礼单，太后已经亲自定好了，烟雨绣正在其中。那就提前恭喜夫人了，您自是有举荐之功啊。这批绣品呢，关乎到朝廷上下的颜面，也是国公府力荐的，千万不要出什么纰漏。夫人大可放心，烟雨绣楼几时让您失望过啊？婉儿啊，别怪娘狠心啊。咱们斗不过他们的，啊！来，把药喝了。你不能进去。哎，表妹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哎，表妹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表妹，你是女子，有些事说了你也不明白。这男子要成大事，就要不拘小节，一些必要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嘛。所以你就勾搭无脸，把我卖了。表妹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太好听了。我跟他不过是可取所需吧。无知，还口口声声跟我说做宋氏是为了公道，我呸！表妹，你知道吗？你娘一直想把你嫁给我。做梦！不过这烟雨绣楼出来的小娘子，我可不敢娶。但是看在你阴差阳错的帮到我的份上，纳进门做个妾也不是不可以。报应，何来的报应？你们烟雨绣楼的吴先生有报应吗？这世上从来都是成王败寇，我为自己做打算，何错之有啊？行了，宝妹若没有什么别的事儿，就请回吧。走吧。别碰我，我自己走。我等着看你登高铁冲的那天。行，你等着吧。不送了，表妹。如兰来了，如兰，姨娘，如兰怎么样啊？你快去看看吧，你帮我劝劝她。
你果然在这儿呢。你来干嘛？海信昨日说的不够吗？昨日他差点把我害死了。合着你打的如意算盘就是将别人都推出去，自己躲在后头。你问问他，他当初怎么同我说的？那日你不是挺能说的吗？这会儿你成哑巴了？你要发疯去别的地儿去。你这个好姐妹也就是嘴上说的好听，实际上也不过如此嘛。昨日你在堂上的时候他又在哪儿呢？我若是你呀、啊、我趁早离他远点儿，否则都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死的。昨日的确是我失信于你，可你也是个聪明人，你早已看明白了无恋的嘴脸，可你不敢说也不敢认呀，凭实不可一世。你再在这撒泼，你信不信我把你打出去？都这样了你还护着他？滚！活该你输得这么惨。没事吧？他说的对，都是我害了你。不是的，昨日堂上那种情形，我很庆幸你不在。只不过我万万没想到，我还是输了。别管什么输赢了，我们离开这儿吧。我们离开这儿，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我们自己会刺绣，我们可以养活我们自己。就算一辈子不嫁人又如何？我们可以一起相依为命。我知道你想讨回公道，可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不是所有的冤情都会昭雪，也不是所有的恶人都会被惩罚。你要为自己想想呀，还是说？你已经决定留下来嫁给无恋了？不，我宁愿死。为这么个人死值得吗？错的明明是他，为什么总让我们女子来承担一切？可是你跟我不一样，你还有机会好好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。方才说的那些便是我想要的人生。就走，走越远越好。那这几日，你先好好吃饭，养好身体。既然决定要走，总得做些准备，多休息。是前几日，我为了找宋氏，把自己的首饰全都给卖了。这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前两天你给我们推荐的书快看完了，还真不错，是吧？我那儿还有好多好看的，看完了可以到我屋去取。行，那我们就先过去了啊，明天见。嗯，走了，明天见。先生，
昨日那幅绣品改得如何了？改了很多次，好像还是不是很满意。若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谢谢先生。先回去吧。好。哎，喝酒喝酒。哎呦，这不李秀才吗？来喝。掌柜的，老样子。你呀，这就是去看心上人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么偷偷摸摸的看没用，这姻缘呢讲究的是门当户对。记账上吧。哎，你这账也该结结了。月底一定给你结。你呀。哟，这不是杜屠户吗？听说你的肉铺生意不错。那是对啊。上个月你托我给你相好的姘头写的书信，一共10枚铜钱，您还没给我。今天既然都遇见，要不你就给我钱了吧。什么书信？哎，你想不起来没关系啊，我帮你回忆。你让我在里面写，不就只写个破字儿吗？你好意思找我要10枚铜钱？你怎么不去打劫呢？哎呦，我就随口那么一说，我哪真敢要你的钱啊？啥呀？你先别管他。掌柜的，今天的酒钱，现结。怎么还拴着门呢？换衣裳。婉儿，你若是还想往外跑，休怪娘把你锁在家里啊。知道了。哎呀，幸好这几天啊，你爹醉在酒肆没有回家，不然他看到你又闻到这满屋的药味，定会起疑。他若是知道我把你送去绣楼，惹出这些事儿，咱娘俩都没好日子过。娘，您想过和离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从我记事起，我爹醉着的时候就比醒着的时候多，喝多了就发酒疯。您这满身的伤怎么来的？您自己忘了？我真的不明白您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待在这个家不像家的地方呢？何离。知道和离意味着什么吗？
意味着夫家不要，娘家不留，从此在这世上再无立足之地。你就这么盼着你娘最后落得这么凄惨的下场？怎么会没有立足之地呢？咱们娘俩可以自己养活自己，无非就是日子过得苦一些罢了，那也不比这整天担惊受怕的强吗？还是你自己本就懦弱，你离不开他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混账！我千辛万苦从你爹这儿藏下点钱，就是为了送你去烟雨绣楼。我就指望着你学点好的，今后能嫁个好人家，有个好的归宿。可是你呢，好的一点没学着，不晓得从哪里听来这些荒唐话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滚开！哎，对，我还可以再干上两杯，干！哎呀，你算不清，我不让你服，我没醉，我没醉，你滚一边去你啊！我不希望你服，我滚一边去！哎呦，干一杯！小妹，你太瘦了，就应该多吃点东西，补补身子。再过几天就是初九了。哥哥，你还想学艺吗？其实我也没什么大志向，留在铺子里跟爹学抓药也挺好的。等过段时间我的事情平息了，你同爹再去找一趟林大夫吧。你有天赋，林大夫也是惜才之人，他定会收你的。总不能因为我的事情误了哥哥的前程。不说这些，你再多吃点。还有啊，近几日我看娘好像咳嗽得越来越厉害了，等入了秋你一定要记得叮嘱她提前喝药，要不然这个冬天就更加难熬了。你放心吧。还有爹，你也劝劝他，每次铺子一忙起来的时候总是顾不上吃饭。小妹，你说这些你怎么了？爹娘养我十多年，如今一朝我便要出嫁了，不知道几时还能有时间回家看看，终归是放心不下的。日后照顾爹娘这件事情就只能麻烦哥哥了。爹娘有我呢，你放心，倒是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。其实你才是二老的心头肉，只要你能好好的，他们就安心了。吃完你歇息一会儿，要是有空的话
去院子里透透气，别总一个人闷在屋子里。好，那哥走了。哥，哎，我一定会好好的。傻丫头，折腾了半宿，我这老毛病就又犯，不碍事。我去给您冲药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果然没有猜错，我早就看出婉儿不对劲，今天一早故意把她指使了出去，赶了过来。你们要离开怀州府，去哪儿？去哪儿都好，天地之大，总有容身的地方。离开怀州府，你们就是流民，谁家会娶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子？还是你们就想一辈子隐姓埋名，孤苦一生？我嫁未必孤苦，嫁人未必幸福，全看自己的日子怎么过。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。就是因为我这辈子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所以我不能让婉儿没有安稳的后半辈子。放过他吧，我求你了。您别这样，您快起来。我婉儿从小就是个命苦的，怪我当初瞎了眼，嫁给那个混账，连累了婉儿。她在这个家一天安生日子也没过过，好不容易大点儿，我想方设法把他送进烟雨绣楼，想给他挣个好姻缘，没想到遇到了吴莲这个杀千刀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第二次开堂那日，婉儿为何不见踪影？那日是我亲手给他递上了一碗落胎药。说孟婉她，她怀孕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吴莲和烟雨绣楼是绝不会认的，我不能让婉儿这辈子就这么毁了。我想着只要落了胎，日后再给她说一门怀州府外的亲事，这事儿就能蒙混过去的。可是老天爷真是不放过我的娃。若他要伤了他的根本，
大夫说，婉儿这辈子怕是再难有孕了。我的婉儿这辈子太苦了，求你行行好。我给婉儿说了一门亲事，对方是我娘家人。婉儿如果嫁到别家，她不能生养，日后不会有善终。可是有我娘家人照看着，就算她不能生养，可以从旁支，抱养个孩子，日后也有依靠。莫婉她知道这件事吗？婉儿是个重情义的人，她现在一门心思只想带你走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可是他一点也没为自己打算呐！你若是念及你们的情谊，你就放了他，让他去过他安稳的下半辈子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！我今日从未来过这儿。你们下去吧，让他们都散了。是是，都散了吧，都散了吧。今日换了风格，倒是比平日的打扮有趣些。你害了这么多的人，你凭什么可以继续逍遥？那些蝼蚁也想撼树，是不是很有趣啊？赵宋师，王六郎，都是你干的，对不对？若是一开始你就老老实实的，又岂会有今日的下场？本来是件为你好的事，你却偏偏不领情，闹成这样。若今后在吴家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他们都会说你是咎由自取。你有本事就杀了我！我为何要杀你？等你过了门，很快就会学乖了。我倒是很想看看，到那时候你还能不能说出这番话。只是可惜了你这难得的刺绣天赋，以后恐怕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。不会真想不开要投河吧？
手指残灰，长夜又当醉，朝此时若不归，已无悔。一阵阵风吹落，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只有所想，心别忘，你心风霜心热。怎么了？你看我做什么？你是想要这个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诬陷我偷你钱袋吗？哎，不。哎，你可得去衙门跟我把话说清楚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你得跟我走。干什么？我放手。小娘子说我偷她钱袋，你们的钱袋不好都能在这儿吗？算了算了，算我今日晦气，不与你们计较了。嗯。小妹，你不声不响的就跑出来，爹娘都很担心你啊。跟哥回家。一阵阵风吹落，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只有所想。咱们啊，一会儿就去城东那家。哟，真是下雨啊！哎呀。长从纪念不该忘人的无三界今天分量，一阵阵风吹落，一阵阵雪茫茫，下雨了你快走呀，快回家吧。你这孩子，你差点吓死娘！你到底在闹什么？从明天开始，你哪儿都不准去，好好在家待嫁。爹，小妹，你这次真的太不懂事了，你一个人又能去哪儿啊？在外面要真出了什么事，你让爹娘怎么活？帮我买一些正红色的布料回来吧，我想给自己绣一件喜服。那红的，我知道，只有明媒正娶的正妻才能穿正红色，我就是想给自己两个心愿而已。娘去帮你买，谢谢娘。我有一些头痛，你们出去吧。小妹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那你好好歇歇啊，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，听话啊。
孟婉来看你了，正好你们姐妹俩说说话。被爹娘发现了，没关系，咱俩另寻法子就好了。没有，我压根儿就没打算出去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给自己绣的嫁衣。为什么呀？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说好一起浪迹天涯。玩笑话而已，你别太当真了。而且咱们两个弱女子，在外该如何生存？靠刺绣？别傻了，咱俩绣的东西，去哪儿卖啊？上哪儿去揽活？就算能勉强维持生计，若是遇上流氓，遇上无赖，又当如何？天无绝人之路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可是我不想再冒险了。吴娘子说的对，或许我嫁给吴莲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吴莲早就已经对我失去兴趣了，吴娘子是大家闺秀，并不会为难小妾，所以我只要自己安安稳稳地过好日子就好了。可这样你不会幸福呀。能安稳过日子已经是很多人羡慕的了，你不也希望我下半辈子可以好好过吗？你当真决定了？咱们姐妹一场，我真的希望你可以理解我。我唯一希望的，就是你好好的。害了这么多的人，你凭什么可以继续逍遥？若今后在吴家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他们都会说你是咎由自取。若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谢谢先生。Thank you.
长夜又灯碎，照此生若不归，已无悔。一声阵风坠落，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只有所想，心变忘，你心风霜，心热血未凉。走几年。